牛我谁来喽？在哪弄？他这里上马桶里浇的，这堆浇的。哎呀，这牛骨髓咋狗叉的出来的？嗯，多大劲儿了啊！嘿嘿。纯牛骨髓是这种可以拉丝儿的，这个没有，我吃过了吧？哈，感觉我感冒了之后记性这么不好呢？也好，最后一个。饱受争议的真假牛骨髓又来了，这回我可不跟你们掺和是真是假了，我就造啊，香就行啊。哇，又有点咸，这边没有。这边有一点，这外皮好咸。来一大块，哎，这边多，哎，一铲勺，咻咻咻，带筋膜的。你干啥？这边没有，就是几根骨髓并到一起的，应该是。要要要要切克闹，捡起来还能吃。只要不过三秒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嗯，老铁们钦点的大田螺，
这个到底是黄是啥？又来吃牛胸口了，哇，这个口感刚刚好，吃起来脆脆的。来一个火锅牛肠，好筋道。就煮完之后里边的油都被煮出去了，
还能当吸管吃。我的妈呀，这玩意儿能吸上来油。下次来个牛肠吸油。